松哥，这个不错，不错，啊，不错，跟你我有什么关系啊？穷鬼就别整天想着美女。和我们是没什么关系，可和你不一样，松哥你，我怎么了？我口袋里也没钱，老子今天又没开张。你那房间不是住着一阔少爷吗？怎么还没开张？阔少爷，屁！ 穷鬼一个，老子除了这块表，什么都没得到。哎，难怪这小子要偷渡。哎，不过这小子也真行，三天三夜没吃没喝，居然没死。哎，你们听清楚了啊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船长知道，船一靠港我就让他下去。也是个可怜人呐，松哥。 你还挺善良，真没看出来。屁话，你松哥我原本就是一个面慈心善的人。哎，那桌还喝醉了，一会儿学着点，老子开张去，一会儿露两手给你们看看。今儿的酒我请了啊，这些不许喝啊。 不好了，阔少爷被发现了，船长说要把他丢到海里去。他妈的，这个老王八蛋也太缺德了！上面，放下，放下，放下！哎，把人放下！干什么你们？谁让你们扔人的？这人是我朋友。 松哥，船长让我们扔了他，他刚才把舱门都砸坏了，砸坏了舱门，我来赔。你们也不能随便扔人啊，这么缺德，都是中国人。给船长那儿，船长那儿我去交代，赶紧把人给我抬回去，快点，快点。好，来，好，好，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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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什么？若云，你是谁？我是你的救命恩人。哎，我救了你的命，知道吗？我跟你说，你醒了之后可得对我好点啊。天一哥，什么东西？天一哥，天一阁，天一阁什么东西？天凉了，我就这么一直看着天一阁，因为天一阁，因为这些树，我失掉了两个儿子，仲奇、舒涵。还有像若云这么好的个女孩子，薄清现在又成了这个样子，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？想什么呢？我真想一把火把她给烧了。
啊，我问你，知道什么是天一阁吗？不知道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啊，别睡了，起来吃点东西啊。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仲奇。仲奇，我叫阿松，以后啊，咱们就是朋友了啊。看你这样子，像是从海上飘过来的，你这命可够大的呀你。哎，跟你说话呢。哦。老爷，这天一阁咱们今年还没修缮过吧？下个月我就去收租，收完了租咱就修天一阁。这天一阁也老了。还有，大少爷已经起过床了，看起来气色好多了。他头还痛吗？头痛了就抽上一口。不过老爷，这阿芙蓉抽长了会上瘾。娘，我不想回上海了，我想退学，想留在家里帮你做点事儿。润莲呐，你知道吗？当初你爹送你到上海去念书，娘有多高兴啊。娘这辈子啊，就是想多念点书，才嫁到范家来。可是，娘，我都长大了，我应该帮你做点事儿。而且现在家里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我真的再没有心思回去念书了。呀，哎，女人就是女人呐。润莲呐，过几天我想做个法事，输赢若寒的一起做。我已经让人带信给林老爷了。但愿我们范林两家的恩怨就此了结。会的，娘，林伯伯是一个通情达理的人，而且少卿哥……娘，总之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，你就不要再操心了啊。还有伯清，是靠大烟止住了痛，可是大烟是要上瘾的呀。老爷，吃药了。我就受了点凉，咳嗽两声，吃什么药呀？大夫说了，您的病虽然不重，可是脉象虚弱，中气不足，如果要是压不住，可就不是咳嗽那么简单了。起先我还给你熬了点参汤，可大夫说了，哎呀，你是越来越啰嗦了。好了好了好了，我喝我喝。是不是少爷回来了？我去看看。我去吧。老爷。少爷。少卿回来了。小珍，你去吧，我有话给少爷说。是，老爷您别忘了喝药，那药给热的喝。哎，去吧。你生病了？没有，来，你坐下，陪爸说句话。爸有事情找你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吧。你是不是一直记恨范家的三少爷？以后啊，你就不用记恨他了。范家来信了。他死了，
说范书涵死了？我不管你以前怎么恨书涵，我也不管若云是不是因为他死的。现在这笔账都不存在了。明天我要去趟宁波，范家要为若云在天童寺做一法事，也为舒涵。爸，那我……你去不去没关系，我知道你不愿意去范家。没关系了，我自己去就是了。可是你的身体……爸，你还是先把药喝了吧，别凉了。少卿，爸跟你一样，没病，药有，也是心病。我这次到宁波，我得跟范真兄好好聊聊。我们两家总得有个了结的时候。我和他是半世的朋友，如今都老了，这不能到老了，反倒成了冤家了。彼此心里都老堵着些什么。爸，那你一个人去，路上自己小心点。这样吧，我去公司看看。你不是一直希望我帮你打理打理生意吗？我试试看吧。你先把药喝了。少卿，爸，你还没走啊？还没呢。身体好些了吗？啊，好多了，没事情。我就是要跟你说呀，我给老王打过电话了。你到公司后啊，他都会给你安排好啊。那我先去了。哎，你别误了火车啊。啊，不会。老爷。噶多辰光没见到侬，下去开心，下去开心。那生意是好呀，阿拉公司嘛靠那支持呀。哦，侬讲搿桩事体啊？哦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阿拉老板跟侬老板嘛是绝对关系呀。阿拉欠侬点款子，小事一桩，小菜一碟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这桩事体呢，我虽然做不了主，不过等阿拉老板回来呢，没问题的，房子也摆了。
怎么样了？嗨，不知道啊，反正老爷交代了，谁也不能进去，包括太太。20年前，我到过四川的乐山，我临江而立。当时，大佛寺的明慧法师直指天，又直指地。当时明慧法师就说，一开始雕这尊佛像的人，他们就知道，在他们有生之年，根本不可能凿完这座山。可是他们依然的一凿一凿的在雕，一凿一凿的在琢呀。他们不是在雕一尊佛像啊，他们是在做自己的功课，做自己一辈子的功课。大佛，因此也就成了佛了。天一阁功德圆满的时候，我也许已经看不着了，可是我得做自己的功课，做一辈子的功德。听君一席话，如醍醐灌顶。范兄啊，林某此次来宁波，除了为若云的事，我还有一桩功业要做。怎么说呢？对天一阁，我做了10年的孽。这10年，我心中惴惴，终之酿成大孽，失去了我的若云，也害得范兄我林某不求宽宥，但求范兄给我一个机会，让我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。若云的法事后，我即可回沪，准备运书回来。书归天意，我也会在天一阁前负荆请罪。擦干净的，你说这么大一酒吧，一天到晚也没个人，就我一人在这儿，你这东西越做越难吃了，怪不得没人来。擦什么？你先把你这弄弄，哪像服务员的样子？谁看着你还愿意来啊？啊，脏乎乎的，一天到晚，你好好弄，仔细点。怎么回事你？你把烟灰缸给我洗了，烟灰缸，洗去。啊，去。干嘛呢？你吓死我了！你有吃的吗？饿了。我还以为你是不用吃东西的。我这份你吃了吧，坐。啊，再去弄一份来。哦，来，回来，给你介绍一下，我表哥。表哥你好。嗯，好，不错，去吧。哎，回来，还有啊。把账啊还记到船长那啊。哦，我知道了。
这一份也给你吃。你说你这个人也够奇怪的哈，要么就饿自己，要么就玩命的吃。我说仲琦啊，你到底是干什么的？你也不爱说话，看你这样子，细皮嫩肉的啊，也不像个江湖佬。 啊，我可是帮过你的，你要跟我说实话。你别是个逃犯吧？如果是的话，你可把我给害惨了啊！如果真是这样，这船一到港口，你立马给我走人啊！我能留在船上吗？什么？留在船上？这事儿我做不了主。让你坐船到下一个港口，还是我在船长那儿费尽口舌才说通的。 哦，对了，有件事忘告诉你，你的那块手表我送给船长了，就当你的船票钱了。我自己反倒什么都没落下。再说了，你留在船上能干什么呀？干什么都行。不行，这事儿我不管。 你看我干嘛？我说了，老子不管。你别老在这看我呀！得，我帮你问问，我帮你问问啊。真见了鬼，怎么跟欠你的？ 不用了，要谢啊，以后再说吧。更了，全都输光了，外头东西啊？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再玩会儿嘛。这玩意儿，我们走吧。全输光了，外头东西。好。 你好了，玩好，好，好，那明天接着玩啊！好好好，好，那么不少了，赢了不少，今儿还不错。阿松，今天是怎么了？是手气不好呢，还是想诚心输给我钱？是不是有事想求我呀？船长，我这牌。 打得还不错吧？一般。现在想找一个赌技又高又能总在船上待的人，你就算凑合。不过没有你啊，我也少了很多乐趣。船长，原本我打算等着船一靠岸，我就下去，到岸上溜达溜达，散散心去。既然你这么说，算，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留在船上陪你玩。好了好了，我们也算一合伙人，你呢在船上讨生活。 我呢，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你得了钱财再来陪我打牌，我们真是一个很好的合作关系啊！哎，船长，那你这意思，我今天还是故意输给你的，不是吗？往日呢，你还能留几手，让我开心，可是今天，船长，还记得那天差点被你扔海里那家伙？记得，号称霍少爷，身上值钱的就那么一块表，啊，船长。 你也了解我，知道我这人平时也不太搭理个人什么的，可唯独对他，我跟你直说了，这船到了港之后啊，他不想下去，他想继续留在船上。这找我，我就跟他说这事儿我管不了啊，我得来问问您。这问我有什么用？他留在船上凭什么？也不凭什么。你看我是这么想的啊，你看你把他留在船上吧，让他做个水手。 不用给他钱，管他饭就行了。那他不会惹什么麻烦吗？不，他绝对不会惹麻烦。我阿松的眼力你还不相信？他要是有麻烦，隔多远我都能闻出来。嗯，你的意思，行，就依你巧了。
我是仲琪啊。我说啊，回头啊，你把这身衣服穿上，找点活干，这样你心里有什么事儿也就放下。船长同意了。他打牌输给我了。阿松，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为什么？我啊，怕你在我这白吃白喝的，让我亏了老本。哎，再说了，我也没什么朋友，交你这么个朋友啊，也挺好的。哦，对了，你到船上来干嘛？我来找一个女人。你疯了？跑船上找什么女人？这船上可是女人最少的地方。再说了，这船上的人都丑得很。你看到那船长了吗？长得有多丑？他说他喜欢轮船，大火轮，去法国的那种。我已经跑了几条船了，没找到他。听说这条船是去法国的大船，就上来。找女人啊？那我可跟你说了，仲琪，找女人可就要有饭吃，有饭吃就要有活干。你只有有活干才能找女人，这道理你懂不懂啊？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去。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一群陌生的人群中，做着一些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陌生的事情。我留在了船上，成为了一名水手。在海上漂浮不定的时候，天一阁墓园里又多了一座新坟。那是我的坟墓。是的，范书涵已经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我叫仲琪，我活着只是为了继续把仲琪的命给过完，还有就是为了找到若云。老爷，喝口生茶吧。老爷，饭菜都准备好了，那我就先下去了。几点了？快回来了。哎，少爷，您回来了。老爷，老爷，老爷，少爷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嗯，爸。回来了，公司里怎么样？要是没什么事情啊，不要每天干到这么迟。刚开始啊，慢慢熟悉熟悉啊。嗯，那我回去休息了。哎，少爷，你先下去洗个澡，一会儿就吃饭了啊。老爷，少爷真是长大了，现在天天上班。够辛苦的。哎，这杯子盛过酒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喝过酒吗？没有。那我怎么闻着一股酒气呢？没有啊，老爷，您是知道的，我是轻易不沾酒。老爷，如果没什么事儿，我就先下去了。嗯，娘，大少爷，爹，娘，国清，哎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好，好，没事就好了。爹，我想，我这病也不能光靠抽大烟来治疼，等缓一阵子，我想。去到上海的大医院去看看。哦，
好啊，过几天季红也要该回上海去念书了，到时候季红和你玉莲姐一块儿送你大哥去上海啊。现在舒涵没了，季红还小，所以我的身体一定要好起来，这样才能替爹多做点事儿。这才像范家的长子啊。好，吃饭吧。吃饭，吃饭了。若云究竟在哪儿？这个一直漂浮在我心头的美丽女子，她到底在哪儿？她会在怎样一种情境下再次出现在我的生命里？这样的守望究竟还要坚持到什么时候？哎，钟情，明天咱这船靠了港之后，我听说有一波人要上船到酒吧演出，里面还有一犹太美女。哦，对了，我有件重要事得跟你说，咱这船不去法国了，得先回上海，而且在那停几天。进来。老爷，王会计来了。老王，你怎么来了？林先生，这有些账单要您签字，还有几份文件。哎，不是说了吗，以后这些东西让少爷签吗？林先生，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。怎么，是少爷不肯签，还是他今天没去啊？林先生，您上次打过电话之后，我也一直在等少爷来公司，可是他一直没出现过。爸，我回来了。你去哪里了？我去公司上班了。你去公司上班了？你根本就没去，你从来就没去过公司。你跟我走。爸，跟我走。进来。这是小李的位置，公司的信差。那个桌子是老王的，干了我几十年了，上海滩数一数二的会计师，你可得好好尊重他。这是乔治的位置，公司的老乡里了。咱们公司有印刷厂、印染厂、贸易公司、书店，在他心里都有一本账。这是阿宽，这家伙能喝点酒，也不比你差，有些应酬你可以带上他，就是打麻将可不行，喝了酒麻将桌上净给我输钱，有时候把我的交际费输得精光。这是 Mary 的位置，办公室有了他就热闹了许多。爸，我是想啊，你明天如果能来上班，他们跟你打招呼的时候，你能走到他们跟前叫出他们的名字，以后他们就会认为你是一位关心下属的好老板。爸，我知道这是您半生辛苦创下的基业，我觉得我还不够成熟，我承担不了这个重担，而且我的志向也不在生意上。你，我当初创业的时候哪有这样的办公室，这样的规模？少卿，没有人生下来就是天才，生下来就会做生意、做官，甚至教书。
主要是你怎么面对你自己的将来？你还愣着干嘛？跟我来。 你母亲要是还在，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，她也会伤心的。若云已经不在了，你要是老这样子，萎靡不振，意志消沉，我就是到了天上。 你娘家更不会放过我了。爸，你不要再说了。一转眼，几十年过去了，我这一生也快走到尽头了。也好，你母亲在天上等我等得太久了。 爸，大家都在等你。我跟他们说，你今天一定会来。这公司以后可就交给你了。我告诉他们，要像对我那样对待你。爸，我们进里面说吧。不，我不耽误你了，好好干啊。
林老板早。林老板早。大家早。林老板您请。